大家好，我是纪录片导演杨立洲。在 MOMO TV 有我的四部纪录片的影展，其中征服北极描述的是一个企业家，一个超级马拉松选手，还有一个大学生。这本来是我最后一场冒险了，不会再有了。我22岁，我的梦想才刚开始，好期待。他们如何在零下30-40度的环境，透过21天的长途长征的故事，走到此北极点？回头看走过路啊，就会觉得一切都很神奇，都很值得。在这场冒险的故事当中，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？看到我的脸，哦，很好，漂亮，男人的脸，怎么样？请锁定 MOMO 综合台75频道。Fantastic! I'll never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here.